有吗？有了。你的还是一副没电呢、欸。对啊。到我的嘞。就。没有充电。我看你就开始录。其实你的右上角可以看得出来我在充电，它就没有在充电。你电线真的有插好吗？有啊，因为我刚插上去的，我开之前它就已经是一格了。好酸，脚好酸，一直动屁股，脚都好累。不然只好吧，我已经这次有特别把背包往上拉了，但是背后还是底子，应该是那一罐水。不是，是这椅子真的很短。Hello， 把屁股顶进去。可能是给小朋友坐的，会不会？太长不行吗？腿他们腿太短啊。不知道。然后板子如果立起来会戳到地板，危险。板子立起来。就是他是这样子的状态出去的话，可能会卡到地板。大板子也走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碰到。嗯。这是水吗？不是。嗯，有可能哦。有吗？什么动物脚印？好像没有。什么都没看到。太低了，动物不会来。脚好酸。都花在爬坡了。算是公分变成这个下场。嗯？什么下场？就是现在这个下场。风大，30公分。结果就是早上刷车刷半小时。接着爬坡再爬半小时。算是啊，至少车会停得很近。嗯，很少。有锁车吗？有。拉链都有拉好。有吧。幸好是刚这样热，没有把我的手套弄湿。哦，之前是湿到里面大。你要卫生纸吗？我口袋有放，给你擦一擦里面。我刚刚已经把里面的雾涂一涂，现在变水，然后，应该等一下就结冰了吧？就叫你要不要擦掉？没擦，结冰，结冰就结冰。结冰也是雾啊。结冰不会，结冰是透明透明的，不是有的、啊、有波纹感。你现在看我里面，你有觉得哪里有雾吗？是的。是水，这上面都有。对，上面是我看不到的地方，然后再下来一点，这些是水，现在是水，等一下就会变冰了吧？是我这个面罩内部温度而定，我有办法让它零度以下，它就会结冰。好像几乎没有人了，大家都在冷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那些黄衣服应该早下去了吧？前面应该下去了、你说到了哦？对啊，到了，这么近哦。对啊，几根柱子啊？但是速度这么慢，它坐长的话，岂不要坐很久？我大概3分钟就到了吧，要去排队。今天是几分钟一轮回，取决于上缆车的速度。好，今天下缆车的时候看一下几点几分，然后就一 cycle， 恐怕还是15，比例不同。不会，我觉得排队很久，应该是柱子。你说超过十五，等一下算时间就知道。12根。好。最早开的雪道，最起码这里它应该不会又说有石头了吧？它好像还是有贴，它只是没撤掉，只是下那么厚，它压压的。哪里有时钟？没有时钟。
拍一张。好，好，好，什么还？你的脸有痘呀、哦？等会，我怎么好痘？来啊！什么？来啊！你要不要我拍照？啊，你不就站在那的吗？我是自己在拍啊。等我，我还没好。手手在收东西，等一下。哇，塞不进去。耶！好。耶！好，你要不要？那你可以花三五只拍一张牌。好。你要好近啊。很早啊，这样拍不到我吗？啊？10:06。你要不要让他、啊？我说你要不他？他是原来在下面的，我上去。哦，我上去。他这两个都是他。不是的，我说你后面的人呐、啊。那你现在已经滑到前面了。对，因为我发不出声。好，至少我觉得这个超好滑哎、欸。滑起来舒服哎，又宽又大又平。这个动作好累哦。为什么叫他们停下来？他要下去要走上来哦，要死我，很累哦。
太慢了，我滑得不好。16分，这还是15分钟。刚我记得过去的时候，它秀成2点。因为刚刚开始的话是7分。所以那个女生今天变成实力，那也对，这种坡度完全可以做单脚练习。啊，现在没办法计算说到底是几分钟，其实刚一下来没有马上看时间表拍照。这个肚子很难看，看不到，我脖子扭过去。10:17，你要看什么？时钟是10:17。哦，那就下一次看到他。我就跟你说大概20分啊。那就是3:07啊。对。在干嘛？看着就是看着。右边的人晃右脚，左边的人晃左脚。有吗？刚刚有，他晃了2下之后就不晃了。一直晃。这是什么行为啊？为什么会想一直晃？毫无意思。你看我腿比你短，我悬空。哟，
就满起来了。觉得滑没几秒钟就到了，有没有两分钟？这个感觉跟哈罗尼泡一模一样、是啊，几乎一样，在预习了，几乎一样。重点是后来换左边，后来也开始摇啊，后来也开始摇了。两个一起摇的时候，是不是左边摇左边，右边摇右边？对啊，卡住了那只脚没摇，两个人停下来了，就停下来，然后右边又开始再摇一下。这是什么行为？然后左边开始，它会引发右边的，有这种事吗？你知道量子力学有一种叫做量子缠绕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学过。量子缠绕就是说，比分子里面不是原子里面不是有更小的子吗？电子、中子、质子。然后再更小又有什么玻色子什么什么更小更小还有更小，然后最小的那种它会一直自转，然后它的动力从哪里来不知道，它就是一直在自转。那你说地球自转动力吗？不知道，一开始就在转，然后它那边旋转啊，你好像是说，我不知道是一颗会分成两颗还是它们很接近的话一个正转，一个就会逆转。然后，一个正转，一个就会逆转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如果正转的改成逆转的话，逆转的那颗就会改成正转。但是他们在很，他们在，你可以想象成是这样，他们近距离会互相影响，这没什么问题嘛，因为他们中间可能有什么力。但是呢，科学家发现啊，这个正转左边会逆转，你把它拉到很远的时候，它改成逆转，这边就会改成正转。这么远他也知道。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中间有一种沟通机制，就是说，它改变的那一瞬间，很远的都会瞬间改变，甚至于距离一光年远也可以。那这件事情就围绕了一个定理。因为啊，那个相对论里面是说，任何东西快都不可能快过光速。那这件事情会造成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说，假如我现在要传讯息给一光年外，绝对是一光年以后，一年之后才会收到讯息。你不可能更快。那回到刚刚那个量子缠绕，那是量子缠绕的现象。那有人就说好，我控制那个，我把两个量子移到一光年外，我动这个它就知道，接着就拿它当电报机，它正转改逆转，对面就会逆转改正转，就这样，对，我就可以传讯息了。如此一来，这个讯息的传递就突破了光速限制，然后就说这要怎么解释这样，后面的我忘记了。成对，它就是那种。对，它是成对。你怎么把成对分开啊？怎么切割？它这么小，怎么把它分开？它不是切割，它可能只是把它拉远而已，还是怎样？对。所以这好像是一个类似悖论。如果是悖论的话，就是说我不知道悖论是什么，我知道违背，对，是违背，不是那个心部的悖嘛？但是悖论是什么？悖论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理论。他就用证明式的这样一路证下来，第一条对，第二条对，第三条对，整个都对。但是他用一二三证明出来那整句话，你一听就觉得怪怪，好像证出来是错的，但是又说不出来错在哪里。对。所以悖论就是，科学上、数学上什么什么，有人都会提出个理论，就说，我这样做不就怎样了吗？然后听起来，那你又攻击不了他，这样啊？其实都解得开了，但是乍听之下解不开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。看着他们两个的脚，觉得很好笑。他们到底，我就觉得他们有一种有意识还是量子缠绕的感觉，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一直在动啊。他刚刚有动是转脚踝，我觉得是他想动。对，他们是不是都是高速的那种？
他们的鞋好像没有，他们鞋板跟我们的很像。是哦，但是我觉得怎么我看起来他的鞋子很扁，很扁，怎么那么扁？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的板子感觉跟我们的有点像，没有特别长。但是鞋子好扁，好冷哦。他们脚这么小吗？奇怪。就是就一直看着他们的脚在，因为这是一种突然想抖脚的概念啊，抖脚也是没意思的，就一直。哎，你看右边开始，但是左边没有啊。我觉得是视觉哦，嗯，视觉，因为那个人的眼角会看到另外一个人在摇，这是可以解释啊，就是人类的心理学，人有不知不觉做跟对方一样的动作，在心里。那个呆土蜜也用过这个桥段啊。例如说我在那边抓一抓，抓一抓脸，过一阵子对方就会抓一抓脸。好像这次更慢。这中间也会停一停啊。停了两次吗？那是摩托车还是什么？继续的往上跑。挡人家拍影片啊！今后可以在这里。像我在，我这样，欸，休息前我先练一练，休息后去再拍一段，看我怎么变厉害一点。嗯。很累。刚刚那个小子，动脚脚小子。